现在的娱乐圈也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明星，其中长相漂亮、人气高的也是数不胜数的呢。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迪丽热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说起迪丽热巴，相信大家也都是不会陌生的吧。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是一个妥妥的新疆美女人呢，颜值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出道多年在娱乐圈也是有着一定的地位，还拥有着许多的粉丝，相信很多的人都是因为她的颜值而喜欢上她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的吧。迪丽热巴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不仅签约了杨幂的公司，而且现在的人气也是一般人都比不上的呢。杨幂我们都是知道的，在娱乐圈也是有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她在看人这一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她公司的几位艺人现在的人气可以说都是非常高的呢，而且迪丽热巴也可以说是杨幂公司的顶梁柱了呢，也拥有着很多的粉丝。而迪丽热巴每一次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也都是非常漂亮的男，我们都是知道的，明星们一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都是要收拾很长的时间，而且就算是有照片的话也都是会有专门精修图片的师傅，甚至是专业的摄影师来拍摄，我们也是很少会见到路人镜头下的迪丽热巴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路人镜头下的迪丽热巴是什么样子的吧。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迪丽热巴的颜值还是很高的，而且在看到她的正面照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迪丽热巴和精心图上的她也是几乎都没有差别的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热巴在当时穿的衣服也是很少的呢，很多的网友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也是粉粉的表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多穿一点，这个样子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了呢。